好，所以刚才跟大家报告的程序哦，刚才跟大家报告，我们再回溯一下，该开始讲的观念嘛。然后刚才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说故事的方式嘛，媒体想要知道的东西有哪些嘛。好，那所以说故事你要说到怎么样有力道，有需要什么样的东西，包含图文、故事的内容、环境还有特色嘛，这些东西。好，所以这是上一个章节要跟大家去做分享的东西。接下来，其实一般来说，我们会有操作程序上面的问题。你说啊，大牛，我都知道啦，我知道我们自己店很有特色啦，啊，我也知道怎么样这个要跟媒体要说什么事情啦，啊，可是我要怎么去操作这一则新闻出来？好，自行操作。第一个，寻找自身有利的议题。所以刚才那一种，我是属于那刚才那一则新闻是属于自身操作的效果啦，会归类到自身操作的效果。哦，虽然它不是自己操作，它是被动的，可是也是免费性的自身操作的效果出来。所以你先找到自己有利的议题在哪边。好，请合适的媒体来做进行的报道。好，哦，适合的媒体进行报道。好，哦，今天然后采访前要做沟通跟讨论。采访前一定要做沟通跟讨论这件事情。好，哦，因为媒体不论是节目的，我刚才讲的说，哎，可能有些是你的东西是适合新闻类别，有些东西是适合节目类别，好，哦，有些东西就是说，哎，刚刚好，你知道时尚玩家这一季要到台南来做专访，那他们事前都会去找嘛。哎，这个台南当地有什么好吃的店家，大家可以网友大家可以推荐。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邀请媒体来做报道？邀请媒体来做报道。哎，有时候是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就合价，哎，我可以自告奋勇写书给东森的夜线新闻，请他们来做报道，可以。可是他们自己媒体会去过滤，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？那。OK 了之后，媒体的记者就打电话来说，哎，陈先生也听说你们家的那个鱼丸这盒架啊，想要来给你采访一下呢，啊，你们什么东西要讲？所以就会回到刚才我们在讨论沟通哪些东西，故事、特色，他一定会问你这些东西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的采访大概采访半个小时，大概录出一分钟，哈。心里不要太大哦，你看哦，今天三四一台媒体这个摄影机来哦，弄半天很开心，就等着说哦，什么时候露出？下个礼拜五露出啊？啊，三十秒无啦，啊，一天半天用半天用到要昏伊啊呢？哦，那天那个我们那个老赵咖也是搞了，我们搞了三个小时，然后各家出现最长的出现40秒。所以那个客户打电话说，干掉说，你刚不是那天我们又一周刊，我们一共给他喝了将近10杯的他的那个山楂粉圆的本源的东西，然后哦，你刚喝这啊 ，logo 码不出来啊，细找没有的不啊，还有的那个中式还台式只有露出15秒，哦，这么菜，然后家族都底下家族朋友他们内部的家族在那边。干搞这件事情，我说，哎，这个本来就有这个操作上面的东西，哦，事前这个就我的经验来跟大家做分享，并不是哎今天拍很久，出来就很久，没哈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再来进行采访，采访完成之后，请你自行要做收这个不是收证啊，那个录影或者是这个平面出刊的东西，一般来说有些媒体会愿意给你。可是因为你这个是请他们来帮来做拍摄的，有时候媒体时间很紧很忙，所以有时候会落高忘记，也不会特别剪这一段给你，所以请你们自己要，如果是用这种手法操作的话，请你们自己要记得问媒体要名片，问媒体什么时候露出的时候，请你们用 DV 或者用手机各种方式把它给拍摄下来，或是买当期的杂志平面去把它留存下来，因为这些东西你好不容易请的媒体来，总是要播出来嘛，给其他朋友来做分享嘛，哦，所以这些东西都变成说后续你可以去做后续操作性的行销手法。来下一个，
另外一种操作手法就是属于刚才我讲的是属于这一种哦，利用网路和口碑的效应创造媒体的吸引。好，刚才我讲那个这个梁面妹就属于这一种的哦。现在很多其实都属于这一种，所以很多属于这一种，所以后面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在网路上面操作要小心的事情哦。那媒体采访前一样，这个、后面的程序都一样了啦哈。就是前面差别在于前面这边你是自告奋勇，哦，自告奋勇就看媒体要不要来露出。那这边的话就是，哎，你可以自行用网路或者是网友的口碑效果，帮你去创造媒体愿意来采访你的机会，好，哦，好不好？来下一页。那你跟我说，那我不要那么累，啊，我就请公关公司操作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啊，那好处是什么？就是你只要提供你的议题，公关公司绿色这一块。他就帮你修整好了之后，帮你做好沟通，那你只要等着来现场来做接受采访，然后公关公司会去跟媒体要露出的结果，就这样子。那你说我可以自己买，可以，也可以。你如果认识媒体朋友，你可以去做自行购买的动作。那自行购买的话，回过头来就跟刚才自行露出一样，你很多东西要去做跟他们去做沟通，那当然，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。哦，比较便宜一点。这个今天我就讲得很直白了哈。今天有各种不同操作的手法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刚才讲的是平面跟电视的操作手法，接下来讲网路。网路有点什么？便宜嘛。哦，便宜嘛。传播幅远无界。好，哦，当然这个便宜，